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国外小伙想帮幼蛇提前破壳，会发生什么呢？结果简直被萌翻了。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位年轻小伙正在检查蛇蛋的情况，看着他的操作，也应该是养蛇老手了，要不然怎么敢帮蛇来破壳呢？这位小伙把蛇蛋端到了厨房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盒盖给取下，拿出一颗蛇蛋，用自来水将其清洗干净。然而就在下一秒，画风突变，只见小伙子将一颗蛇蛋打碎放进了平底锅里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，说好的帮助幼蛇呢？原来这只是小伙开的一个玩笑，接下来开始今天的重头戏。可以看到这个蛇蛋已经快孵化成功了，小蛇的脑袋已经冒出来了，粉红粉红的，看着还有些可爱的。只见男子将蛋壳拿起，正仔细地观摩着，小蛇宝宝居然还会伸舌头呢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，说好的冷血呢？于是小伙小心翼翼地揉捏着蛋壳，镜头一转，这条小蛇已经出来了半个身子，于是就马不停蹄地往外爬，这也太急了吧。小伙只好抓住蛇宝宝防止它乱跑。几个月后可以看到，蛇宝宝已经长出了侧翼，还想攻击男子呢。所幸那么小的蛇没有什么攻击力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记得点赞和评论。